谢谢金钟影后方文琳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女主角，时间旅客女主角方孟耿如，两个女主角，孟耿如欢迎您。旁白哥抱抱孟耿如避风头三个月复工访问进录影铺黄子佼近况。那这个演员的本身自身就要够强大，过去五年来我发现孟耿如一直就是一个自身很强大的。是强大的孟耿如复工啊，瞪着他强大的眼睛好像很惶恐的样子。时间都在黑对几十块时间呢。客家电视为庆祝20周年，制作了20分钟形象短片，找孟耿如主演四个时代不同风貌与命运的女子。我也是觉得怎么等那么久。该短片原计划6月公开，却迟了一季，都是因为她啦。就不露脸，还丢脸。孟耿如老公黄子佼3个月前爆性骚丑闻，6月19开3段直播，以神风特工队毁灭式地图炮攻击演艺圈。耿如还年轻，还有很多路可以走。他最后呼吁社会给老婆生路，大家听到了，他站出来为自己的作品负责，客台撒下防护网，全力挡子弹。记者会不设电子联访，平面媒体问问题时不能录影。我现在呢，在苗栗的山上，要准备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露营。访问不能录影，但他谈到了露营，他拉黄子佼出去走走，多接触大自然，不要闷在家里。你好像变态哦。也聊到房贷还完了，没有经济压力。时间一直陪伴你鸦片。他还是很喜欢演戏，但目前心有余力不足，在家陪伴老公孩子为主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没有访问画面，好难报道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